神奇的组合，优美的歌声。我来参加这次黄金一百秒，就是想唱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。大家好，我叫琼墨明明，我来自四川乐山峨边彝族自治县。少数民族。我喜欢摇滚歌曲。摇滚。所以一直在开挖掘机。挖掘机，还是先听听他的歌声吧。好的，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不一样的歌，我也是我们彝族歌曲。如果我有一双美丽翅膀，想要飞回那高山丛林，跟在黄昏来临的之前。